上次拍那个什么可爱的暗杀者六号 PK 暗杀流，可是对我个性来说，或许是不太好打这个 AI 的角色，所以我再打一次。好，然后武器，给我用个鬼血刃吧。如果你没有鬼血刃的话，你用小害刀也可以啊。有速考，我就勉强用一下。基本上的话，我会选择火钢热。没有速考的话，神仙是不单是五个神仙啦、啊。如果你要打赢他的话，血量无限高，所以说还有个可能性，就是你从头到尾看他卡标，你用。他用大大黑标，你用你的小钱标哦。早安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没有声音吗？没有。好的好。对啊，好 ，OK， 有声音。换影片。可爱的暗杀者六号，就这么开始啊。基本上这一只。血量问题没有太大难度，千万不要让他。你看他跟我长得一样，我被命中的时候，不管有没有被套暗手机，我们第一个时间是撤退，因为他追杀的速度其实追杀就那个样啊。你看他就是利用他的员工。我慢慢补血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发呆啊！你看这种东西，你会打不赢吗？完全不会用黑剑的 AI， 你会打不赢吗？我替这个剑囊感到他悲哀。然后这好比说，你看又有对，哦，三将领，水钢铁要常驻啊！他热血下去就很恐怖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这样会很难吗？所以他跟其他 AI 是一样，很容易放奥三的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打他吧。哦，我好痛！我差不多他要放奥三了，快了啦！哦，你看，哇，这血量有点牛逼呀、啊！我尝他吃奥赛好不好？好。哦、你看，这叫什么血量牛逼？你奥下去300多、400多，他，你看，这样就死了，这样有很困难吗？很困难吗？为什么会有人打不过？基本上他的动作机动性没有像那个剑狼那么凶。好了。